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，我是菊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做披萨。好，现在是第二章的第47天 ，Let's go。哦，第一个顾客，请来个无酱料的香肠披萨，还有颜色烤的深一点。香肠披萨无酱料，好的。好的，做好喽，给你。你怎么敢把披萨做得这么好吃？啊，下一位顾客，青椒和香肠别放香肠，烤全熟的。青椒和香肠别放香肠。青椒就好，好的。好的，做好了，你的青椒，又是一万年啊，又是一万年，能不能来个两万年的呀？哦，两张腊肠橄榄披萨都不要芝士，两张腊肠橄榄啊、哦，好的好的。啊，做好了，给你。这披萨哪儿哪儿都喜欢，那是因为我做的，对不对？田园素食披萨，蔬菜、水果、蘑菇啊，好的，田园素食，哇，这是新的一个披萨吗？哎呀，这位老奶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来，给你，啊，你的一生就盼着今天了，太夸张了。我要一个凤梨披萨，看对凤梨披萨争论何时能有个结果，披萨不要切，好的。啊，我习惯性下刀了。哎呀，这，哎呀呀呀，惨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披萨。啊，其实切不切都一样的，好像。洋葱和橄榄，当然别忘了加芝士和酱料，麻烦对半切，然后再对半切。好的。好的，做好了。哎，漂亮的不要不要的。我是来求教学的，你能告诉我四个腊肠什么？你能告诉我四个腊肠披萨的一半是多少吗？什么？四个腊肠的披萨一半是两个腊肠披萨？四个腊肠披萨的一半，那应该是两个腊肠披萨喽。我的天。哎呀，果然是这样子。啊，我想明白了，这次作业肯定能完成。请给我一份青椒洋葱披萨，好的。
切零块，我又，哎呀，我又习惯性下刀了，我的天！他说切零块，我又下刀了，哎呦！我想要一张只放酱料的披萨，不过一半放上腊肠也不错。好的。好的，做好了，给你。嗯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必须不错。一字眉大哥，嘿，蘑菇和橄榄如果可以的话，嗯，当然可以。OK， 做好了。你怎么敢把披萨做得这么好吃？哎呀，能不能来点新鲜的话呀？啊，请不要告诉任何人，我想要一个凤梨披萨。好的，我保证不会公布于全世界的。哎，刚刚那个是足球明星吗？我怎么看上去有点像足球明星？我觉得他一定是个公众人物，你知道吗？很像某个人，我觉得。哎，他一定是个公众人物，所以他不想让我告诉别人他要凤梨披萨。什么？我想要超好吃的。下班。哎呀，下班了。哇，我看一下，今天小费74，今天赚了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66啊。我现在的总资产是216块。那现在配料的话，我们可以买一个了，火腿，买一个火腿，怎么样？哇，91 ，OK， 那就直接进入下一日吧。哎呦，老爷爷，什么放草本啊？草本就是那个罗勒叶啊，洋葱的全麦披萨，我喜欢小块的，切八瓣，好的。好的，老爷爷，坐好喽。这味道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嗯，下一位顾客，一个腊肠披萨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坐好喽。太喜欢披萨了，那就再买一份呐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想再买一份吗？我想要素食披萨，不过绿色的配料只放一半，麻烦再烤全熟的素食披萨。你要不要蘑菇啊？啊，他不要蘑菇啊，他不要蘑菇，幸好我问了一遍。哇，这位顾客已经不耐烦了，来来来，给你给你给你，厉害，跟你要求的一模一样，那是。命饼上只放洋葱和蘑菇，不要多也不要少，只放洋葱和蘑菇啊，酱料和这个什么都不要是吧？哎呀。好了，做好了。你怎么敢把披萨做得这么好吃？是人的口味与众不同，好吧？披萨的其中一半请放上培根和火腿。哇，这是我新买的一个材料，培根和火腿。好的。OK， 做好喽。嗯，
感觉这两天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，因为没有顾客去投诉什么的。我点个素食披萨，不过我不想要青椒、凤梨和罗勒叶，只要橄榄、洋葱和蘑菇。好的。OK， 做好喽。啊，这个讲的话怎么跟上一个一样啊？慢慢融化。啊，什么？久仰大名，披萨闻名，寻觅什么缪斯？相识甚欢，长话短说，芝士披萨，什么东西啊？这只要芝士吗？啊？哎，我刚刚点了什么？我不小心把他给赶走了。哎呀，两张披萨都要腊肠跟洋葱。好的，哇，好不容易来一个比较文艺的人，我把他赶走了。好的，做好了。100分啊。哎，下一位顾客。哎，我想要素食披萨，不过绿色的配料只放一半。哎，这不是和之前一样的吗？哎，之前那个人要不要蘑菇啊？好的，做好了。哎，这披萨看起来真不错。必须的哈。我想要一张配得上我花园的披萨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是素食吗？蘑菇算不算？什么？青椒、洋葱、橄榄、罗勒叶。好的，好的。OK， 做好喽。哟呵，下一位顾客，来吧。全麦芝士披萨，一半放上火腿。嗯，好的。全麦芝士披萨，它好像不要酱料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他要不要酱料，我天，试试看吧。啊，不错不错，他看来是不需要酱料的。请来一个绿色梦想的披萨。好的。好了，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位顾客了，给他玩就下班了。耶，没有任何一个差评，下班。小费69，赚了53，哎，还没有昨天高啊。好的，那么咱们今天的这个披萨就先玩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呢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或者把我的视频分享出去。我是芷玉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